好啦，一个星期我最期待嘅事件呢终于发生，唔紧要，你慢慢去搵下儿童先。咁呢个时候呢，我哋要同香港同埋加拿大嘅朋友呢say个 hello 先。咁今日呢就今日 free talk 呢正式开始啦。咁呢边呢就是多人多，今日阳光普照。咁我哋见到呢而家呢个系 live 緊呢，就系Ming姐呢对于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呢，每个星期里面我就好期待，我唔知佢系咪好期待呢，我睇嚟佢呢就都好期待嘅。我是期待加加期待啦，但是你在这里你看到我很浪漫，你不是浪漫、你是表演着魔术。今个星期里面呢，即是我期待，因为为什么呢，每一次我们都想知道即是到底香港最新发生什么事，多人多就没事发生的基本上都。但是今天呢，如果你捱得到去最后的话呢，有一样东西呢，我想你香港的朋友呢都是未见过的，那一定是 show 给大家，那等大家有少少即是大开眼界的感觉。咁當然啦，即係每個星期同你做咗。咁但係香港快啦快啦。咁有香港有啲乜嘢嘢，你覺得今個星期裏面可以同我哋即係多唔多嘅朋友分享一下先？我啊，係啊，今個禮拜都真係冇事冇幹下喎。我係最近出咗嗰、那個扮歌手嗰個片咯，同埋之前上咗嗰個反網絡23條嗰個音樂會。好，我哋嗱陣間就會陸續咁同大家傾下，咁睇下你有冇 fans 去到啦。因為即係我發現到你條片嘅，咁其他都發現到喎。咁係咪代表阿Ming仔嗰個聲味唔夠咧？咁我哋陣間就問一問。但係咧，所以咪要我咪要留須咯。係啊，你呢個留須呢個碌得，我覺得非常之即係梁朝偉嘅。即係不如咁啦，嗱呢一刻我哋今日一路對話，就大家都見到Ming仔啦，就有呢個新嘅look嘅，咁呢個就都唔知係咪佢頭好鬼整齊喎，因為 Kelvin 哥唔俾你太核突係咪？咁但係咧每一次咧 ，Kelvin 咁但係咧你呢個 show 咧就似乎即係我每次睇落上高就好鬼靚仔，下低就好鬼頹嘅，張家輝啊、梁朝偉啲咁嘅 look， 咁所以大家我哋覺得即係我哋嘅 fans 對於阿Ming仔咁嘅造型。得唔得呢，即係如果佢咁樣去即係一個咁鬼頭嘅碌，大家接唔接受到呢，即係呢樣嘢好斷定咗Ming仔會唔會上去大銀幕嗰度拍電影㗎啦。嗯。咁啊但其實我有呢，我係尋日已經好有衝動攞住個梳跑睇唔睇好呢，睇唔睇好呢，但係都留咗成個禮拜啦。啊卒之都係決定。嘩你成個禮拜決定都係剪埋頭髮。得咁少咗喎。都唔係。成個禮拜㗎喎呢度。好咗個型幾靚。多就唔算多，老老实实，我觉得开始好担心你嘅雄性荷尔蒙咧，出发生咗问题。OK，anyway， 有好多朋友同你打招呼啊，嗱、有啲朋友咧就澳门，有啲咧就马来西亚嘅朋友啊，我哋都要同你打招呼嘅。不过要如果讲起马来西亚咧，我谂咧，终于呢、这个即系反而你喺香港，应该你会更加留意喎、哦。咁啊，恭喜华仔同埋朱丽倩，终于得到一个小龙女。咁我覺得咧，恭喜曬，係啊，呢、這個真係24年啦，朱麗倩咧默默咁樣即係唔出聲，就等等等等，咁而家 end up 咧就即係喺呢個剖腹生子，咁啊暫時個網上高咧亦都即係未見到佢哋個 BB 個小龍女個 BB 樣啦，佢個 fans 個網頁有冇公布出嚟嘅？但我唔知道，即係你自己咧嗱，因為你自己就做網絡啲嘢啦，咁啊華仔你自己同華即係你睇華仔。是怎样，即是以这个90后 ,80 后尾的人呢，怎样对华仔的感觉？刘德华其实基本上如果你说明星来讲，他已经是神台级。即是若然每一个人说刚刚出来做娱乐圈、我有一个目标、那个应该就是刘德华。就是说我做到那个就是顶尖的指标来的。好勤力同埋好鬼 discipline。即係你見到，即係佢演唱會每一次都有八嚿嘅，唔係六嚿腹肌嘅。咁即係其實，即係你覺得而家，譬如你自己，如果用華仔嗰個 standard 啦，我諗你嘅夢想都係想做到咁樣啦。咁你自己有冇嗰種嘅意志力咧？我諗你翻到去做呢個網絡嘅嘢，都要相當有意志力嘅。同我哋講下有咩用意志力？講就梗係容易啊！我就最覺得我暫時係有咁嘅意志力嘅，但係有冇咁嘅實力？有冇咁嘅恒久力，好似刘华仔咁就真係应该都冇咁犀利㗎啦。不过耐性我都有嘅。即係我係可以 persistent 到嘅应该。如果有一日。睇下有冇人俾机会我。我俾机会你，我俾机会你。啲 fans 俾机会你。不过我冇钱开戏。咁但係唔紧要，我见到你都好多嘢开緊。我想问下你有一日
假嗱，我都知道你對於即係感情生活啊，或者呢樣嘢都唔係一個秘密。不過如果有一日，即係你身邊嘅愛人有咗 B B， 你會唔會好似華仔 keep 咗24年先俾佢一個？即係你會唔會公開公諸於世咧？哦，我冇所謂㗎，我會公諸於世嘅。嗯，我唔覺得有啲咩需要隱瞞。我其實拍拖嗰啲我都唔會隱瞞。嗯，即係若然有人問我啦，即係無無情情唔會自己講出嚟嘅。但係如果有人問嘅話，我都唔介意俾人知嘅。其實冇乜所謂嘅，我覺得呢個年代，我覺得已經多咗㗎啦。喺呢幾年咧，有好多人拍拖都係公開咗嘅，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話，可能會影響到星途啊嗰陣時。而家都冇乜嘅啦。因為我覺得而家多咗透明度，同埋周圍都係記者啦。你唔好講拎住部即係手機咁樣，其實你隱瞞住都冇用。但我想問下你，你身邊有冇感覺到壓力先？即係譬如話啲人知道咗，因為你真真處身喺一個雖然係網絡裏面，你好多人啦都會知啦，你會上電台啦，某程度上好港台嘅節目有上過啦。你會唔會感覺到其實體驗到點解以前啲人要隱瞞呢件事先？即係會唔會有感覺有一個女朋友要公開係有個壓力出嚟先？以前我想他们隐瞒的原因都是想着给返啲 fans 有个幻想，就是他是没有女朋友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到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啲人不会再有咁天真的嘛。我自己就觉得我公开了会反而仲好，就是给个女朋友知道啊，就是我不会恃住人哋不知道我有女朋友而乱嚟这样。咁反而是令到另一半更加安心，咁我可以放膽啲俾我哋做其他嘢，幾好啊！呢、這個我哋 INIX.TV 呢個 channel 咧，係每一次可以同阿Ming仔講一啲平時佢自己少傾啲嘢。呢、這個係Ming仔嘅，我覺得係比較 real， 我同佢做咁耐朋友嘅一個感覺。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勇敢、好誠實、冇咩收埋嘅一個人，所以又肯好肯幫人。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阿Ming仔答翻你啲有你唔知啊，係啦，睇你都知你。系咁讲噶啦，好啦，喂，有位叫做热狗嘅你嘅 fans 粉丝话，问下你对于香港热狗嘅感觉？香港有啊热狗嘅感觉，香港唔觉得有热狗喎、啊？唔系啊，好 miss 热狗啊，加拿大。即系个巴士啊，热狗唔系代表你食嗰啲热狗啊，你真系唔得喎呢次。九巴啊，九巴嘅熱狗啊，即係話佢而家咧就嚟。九巴，我係話退役嗰架啊。係啊，哥哥，我真係。我真係話，唉，真係。我為咗唔關事，係我自己突然間講咗，哎呀，我點解問呢啲嘢？就呢啲真係冇用，問呢啲嘢，令到你。係咯，真係。点啊？你扇我啫，咁即系扇你噶。OK， 点睇？即系佢有啲呢个唔系我问题嚟噶，呢、這个系呢、這个啊，你一个叫热狗嘅 fans 问，你对于香港热狗呢、這个，即系我唔知你以前坐过，可能你坐巴士嘅时候已经系坐冻狗嘅咧。啊，有咩睇法啦？佢你系咪讲佢全线退役嘅，还是某啲站唔系退役？唔系全线退役噶啦，全线退役，即系话你会唔会 miss？ 咁会唔会少咗巴士啊？会唔会少咗巴士？其实我搭巴士就系谂住代步，冇乜感情嘅喎。对于边一个牌子，我谂佢个意思系因为九巴佢有呢种嘢咧，会开晒窗口，有种 feel 啩，即系一种嗰种，即系俾人感觉好鬼。你讲浪漫一啲嘢，即系开住玻璃，好嘈啊，嗷啊嗷下，仲有嗰种啲白胶板凳好嗰种 feel 啩。呢啲可能问我会觉得有 feel 啲咯，冇乜感觉吓。系啊，我搭开嗰啲系冇窗嘅喎。可能我搭得少，我冇搭过热狗啦，系咪啫？你想要开窗感觉，搭电车样啫。咁又系，你使唔使讲一样啫？你咁鬼乡下嘅。好嗱，讲一讲二次创作呢、這个即系恶搞呢个演唱会音乐会咧。上个星期就喺呢个 Times Square 即系灯箱即系大电视楼下咧举行咗啊。咁啊 ，Ming 仔都去参加，同埋呢个你嗰个叫 Emo Leno 啊，我成日都读错佢名嘅，即系另外 Ugo 郑天龙 ，Emo Leo 啊，我咪即系等于热狗咁咯，你扇我啫，个名咁嘅 Emo Leo 啦，唉 OK 啦，佢呢个 H 字 L 系冇屈我咧 ，OK OK， 我信嗱，我真系尽力去揾噶啦，我揾紧片咧，片咧里边咧。系揾唔到，即系不如咁样啦，问下有冇你啲 fans 咧，即系而家咁多人听，有几多人上个星期去撑咗阿 Ming 仔嘅，拍唔拍到片唔紧要，我想睇下即系有几多人去咗呢个二次创作啦，多唔多人噶？嗰个音乐会有啲咩搞啊？嗰个音乐会系好多歌手一齐自己唱翻自己嘅歌，但系恶搞自己嘅歌咯，即系将自己嘅歌改晒歌词，改编晒，跟住就。
試意俾啲人知道佢哋其實自己都支持二次創作嘅，佢哋就搞自己。咁我主要上去都係講下嘢，就同阿 Leo 咁上去吹下水，咁就15分鐘咯。15分鐘都唔簡單喎，緊唔緊張嘅先？即係話去一個咁嘅創作，即係一個 live 嘅現場，你就差唔多負起咗懶係黃子華嘅咯喎，即係出去有個使命嘅喎。唔係，因為我唔係我哋擔綱啊嘛，我哋係俾3個定4個商台嘅 DJ 一齊問我哋嘢啊嘛，唔係我哋自己話要管住十五分鐘要不停講嘢，同埋哇真係你同商台嗰啲咧好好傾嘅，唔知點解。係，即係我都有同第啲台嘅 DJ 傾過偈，但係呢一班咧，你一路傾，你係唔會完嘅。你發覺，我相信同我哋傾2-3個鐘頭都可以唔完嘅話，即係同你嘅一種嗰種創作能力，可以撩到你講好多嘢嘅。你係咪要開門啊？你啊？有啲秘密啊！嗱呢一刻咧。大家我要讲多啲，唔俾大家听阿明仔讲咩，要遮住个配音。系，喂，点啊？有客到送外卖系咪啊？送外卖。系啊。有客到啊，放佢入嚟啊。O K， 放佢入嚟啊！呢个外卖啊，咁大家睇下到底系乜嘢外卖咧，就即系会好有冇警告佢啊？出现咗就俾人知噶啦喎，呢啲真系好犀利喎！呢个 iNix。喂，有人问我好多有冇拍拖啊？大部分嗰啲都有嘅，即係知道曬你有拍拖嘅。唔係佢可能問你咧。喂，但係有會唔會有冇時間拍拖咧？真係好多香港藝人就講到自己忙到冇得拍拖。你覺得呢個係咪真嘅咧？你自己真係親身體驗呢樣嘢。忙起上嚟就真係可以冇得拍拖嘅，可以係嘅。咁呢一個真係好講你女朋友睇唔體諒你嘅。嗯。我一個都 OK 嘅，佢而家上緊嚟，我就咁犀利，因為我哋中會炸嚇，間唔中炸咩嚇？間唔中會炸型，間唔中會炸型咯，但係係咯，都要自己平衡下，平衡下啲時間啊咁樣。其實佢都明白，而家呢個我呢個年紀就係要衝噶啦，好玩嗰啲，好鬼好行啊呢句嘢。梗系要冲噶啦，网络红人嘛，大佬啊，点样冲咩啊？好嗱，呢、這个佢未实际咁。嗱，我唔知道，即系我最近就留意你嘅 fans page 里边咧，都睇见，即系嗱，而家最近即系我见到香港，我哋呢边都好期待，但系未出嘅，即系好少有呢边都未出嘅手机，就香港有先，就系、是、呢个 Samsung 嘅 3S 嘅手机。你觉得即系香港嘅 S3 系咪？所以我咪冇咯。好啦，咁啊，但系咧就系咪啊咁犀利？你可以咁样好啊，就又等紧。但系即系话你觉得香港人而家对于呢、這个即系、就是、香港 iPhone 啊，或者系呢个叫 Android 嘅嘢咧，边一样个嗰、那个占有率犀利啲啊？即系啲 fans 系中意边啲啊？即系你见到长期嚟讲都系 iPhone 赢噶啦，不过近排咧，我发觉越嚟越多人用 Samsung。嗯，我自己用呢部嘅。咁我尋日同三個 friend 食飯，佢哋4個人居然係有3個人同我撞機，得一部 iPhone 呢個係我好少有啊，係咪啊？因為我就見到即係，因為點解我見到一啲可能係咪因為我最近見到一啲爺爺嫲嫲咧都開始用 iPhone， 係咪啲人開始覺得唔認？但係你嗰部咩係咪S3嚟㗎？未出嘅 S2 嚟㗎呢部，我之前就用 iPhone 㗎，我部 iPhone 係俾咗我媽用。哦，明白。我俾咗我部陈年古董嘅 3G 俾我妈，咁佢已经觉得好满足噶啦，因为第一次试到可以用电话上 Facebook。大家千祈唔好以嗱呢个母亲节嚟咧，就你唔好话俾我听呢样嘢，就系你俾你阿妈嘅母亲节礼物啊。